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，是第21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公开赛的决赛三番棋的第一局。对阵的双方呢，分别是陀嘉熙九段和柯洁九段。这个三星杯啊，进入到决赛，应该说被中国棋手就率先就全部都包揽了。那么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，是刘晓光九段。刘老师您好。你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嗯。这盘棋是在韩国下的，因对，为冠亚军呢是我们中国选手，但是还是要因为三星是韩国举办，所以在韩国在下这盘棋对，啊。所以这个我们来给大家来讲解这盘棋吧。对，这两位棋手呢，目前是中国等级分排名第一和第二的，然状态后最好的两对，位没错没错，啊。尤其是柯洁呢，大家都知道他已经夺得了三个。就是在这个三星杯决赛之前，他已经是三个三个世冠界军，冠军在手了，是也是上一柯届三星洁，他这个可能曝光率比较高啊，比较等级受人瞩分目也是吗？是遥遥领先。那么他现在比较关注度很强。对，那陀嘉熙呢？这个打入决赛，应该这个最近状态也不错，是对，陀吧？最嘉近状态熙以前还不是第二是他之啊。前好像是。反正一般是处于前六左嗯，右的位置，对，但是这个最新的晋级到了第二，而且呢，他之前也有一个世界冠军在手，就是 LG 杯，看啊，看他能不能突破这个一冠群好，我们来看这盘棋吧。黑，柯洁之黑，对，陀嘉熙之白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研究啊，小目，星位，星位，小目，就下这样的布阵，先是无忧角小目。然后最近呢，我怎么看他们这个柯洁下这个挺多，对，是吧？这个形状是黑白棋的都下，都下，下到这个时候呢，走一个这个，这个是传统的这个下法，它是往底下跳在这儿对，啊，这个出曝光率挺多，然后靠在这里。这个好像自从那个 AlphaGo 跟李世石的五盘棋下出来之后，第五局。然后这么下的人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好像都那么下，是，大家就像一阵风一样，就靠一个，这个以前呢都没有说是无忧角马上靠，现在呢，就反正只要是这样形状，就靠一个就搬了试一试粒，应手。是吧？应该说现在这些个下法很多，我看到之前呢，柯洁和李世石也这么下了。在他们的柯洁李世石有一盘棋啊，就下成和这个之前呢，就这个一样的这个，他是走的这个拆了一个，拆在拆这里，星而位，且不拆的星位，对，星位对，回来一路啊，他拆在这个位置，对，拆在这儿，这个形状原来是往在这个位置，现在在这个位置，这就是一个新的变化，对这个最近是。深度研究，下的特别这多，个布局是最近流行的，可能可以说是一个套路了，布局的套路，对，大家都拼命研究这种形状，你要说谁哪个一定好啊，我也不能说哪个布局一定好，但是呢，柯洁黑棋白棋的都下，他跟李世石啊，这次他是用的黑，他跟李世石用白棋的这种形状也下，也是这样。接下来黑棋挂了这个，挂的这个，然后白棋想小飞飞，对，黑棋拆对，这个时候黑棋其实抢这个飞，白棋飞这个起很来重了，要，对，如果不走被黑棋拐，它会拐，如果你要走那个，比如说如果走别的，被它拐一个，不管怎么走一个吧，你要飞一个我吧，是比如说什么它会角，拐一个，黑对，棋就拐，拐一个，如果再走一个，黑棋会走在这里。哎，对，就是白棋下的白棋那下，个你地若方，走着它，白棋黑棋会走在这里，是，一拖它一顶，你如果粘上这儿还有个点，对，在这个这是套路了啊，这个要摆起来就特别的多了，就是摆不完了。下面这个飞是很重要的，然后白棋是飞在这儿，对，飞一个很大这很步大，棋，然后黑棋就抢那面了，黑它棋也不挂会角，硬在那里了，挂，是，对，
在这儿。那挂了这个之后呢，之前啊，我们就是这种局面下，作为白棋来说呢，在这一带你可以，比如说你小飞或者是夹击，这个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两种应法。但是现在的棋呢，大家都比较注重实地，就以前不太用的这个招法，现在都拿出来用的特别多，就是尖顶啊。尖顶，啊，在这儿尖顶一个，大家可能觉得挺意外，这种棋，人家可以拆那么远的地方，怎么还是尖顶啊？但尖顶是，要是手控守得好，这个尖顶的效率高，是当然没手控错，守得多。哎，比如说你尖顶，它是长，它是走的。一飞般的，如果单飞被它飞一下拆二呢，它现在觉得那个形状白黑棋手控啊，破白棋的控反而多。现在如果你比如说你拆在这儿啊，它如果像过去的说法，打走搬粘，赶紧对，搬砖，搬粘，这个角控啊，这个十对，几目呢，这个得补挺大加一个，这个形状呢，白棋手控多，的，这个符合现在的人的理念。实惠，对，先要把控实战，抢到，强控，这个捞控是第一，对，这个和我们的现在价值观有点相似，直接的、实惠的先捞了再说，这个最近比较流行的，但刚才那个情况是白棋比较希望走成的啊，是，然后黑棋拆三了之后呢，白棋立刻就把这个跳下。因为不走要点33，对，它是那个棋啊，你如果。比如拆个二，他那啪33给点了，所以现在都是，那又是一个变化。现在把那个角给拿住。现在呢，该黑棋走。黑棋现在这一招棋呢，它是走的什么呢？它是走的这个，掉一个，对掉一吧？个。这个掉一个呢，通常黑棋啊是会尖一个，就白棋尖住补掉，一个。这个是比较常见的，你掉我大概会尖一个，就硬一个呗，印一个。但是呢，这个棋如果这么下呢，黑棋我想啊，它的后面的套路啊，可能是这样，靠一个，靠这个，对，靠一个，如果白棋挡，三三，他就点三三，对，这个时候如果团一个，它会断，这个征呢，它会因为这个起作用了，正好引征了，引哇！征了，看来他那个掉一下的意思啊，不是说在那儿试你一下应手，而是对，我要引征跟那个变化有关系。对，他要靠了点三三，点三三的时候，你不能团，你只能走什么呢？你只能团那个，因为你不能团，立也不行，立我断了，对，你只能团那个。团这个是那他搬粘先手，对吧？这个搬粘先手，你的对，打一个，这挡一个也先手，对，你的粘住，然后黑棋，比如说再抢一个这个之再类走点的，再别走的，别的，这是一个套路的布阵，这样呢，就白棋黑棋就那么定型。然后呢，再抢这个大控。这如果白棋喜欢的话，那你就这么下，大概黑棋可能会那么赶快定型。但是白棋呢，没有去尖顶。主要是这个图啊，跟我们刚才白棋打入了搬砧相比，这目数一进一出还是挺对，多和刚才那个的白棋先手搬砧那个白棋目比这个大不 少。对，是的。现在黑棋呢？当他掉的时候，白棋呢先动手打入。我先打。他想呢，你靠住我搬砧走完了，我再走，那当然是一厢情愿。那是如果是白棋黑棋没有什么套路的话，说扣住，被他被人家搬搬砧，那就完全听话了，那就听话。那个这个棋白棋高兴的死。对，对，你粘住他走这个，那白棋再走回这爬个，一个。那就白棋很高兴。但是呢，这个棋是走不到，这白肯棋再定走不这个，会黑棋那么听话，简直黑是。棋没有，黑棋这个时候啊，它是当你打入的时候，它置之不理，这边他要先动手，对，你既然走不这个，尖不硬了，我要追究你不过的责它任。是直接连扳的，连扳，对，它是走的这个，直接扳住，连扳这个棋也挺厉害的，这个棋挺厉害的。你不走，我直接要下来。你根本无暇放动那个，这面比那个大。如果你那个跳出来或尖出来都不如这个大，所没以你错，脱不了手，那脱边不了黑手，棋连下两个，这后果脱不有了点手。严重。对，那走什么？现在你这个打出来不行，被吃掉不行，是，粘住被粘住也不行，只有打这个，对，只有打这个，对，它粘上也是必然。然后这个时候。白棋的选择，白棋的，如果你粘住，那被他这一立啊，你不知道怎么办了。
这已经被割断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，连不这个上了，棋现在就很难办，连不上了。这个地方有个，主要有那个立，这有个小尖就回家，对，尖是回家，而这儿有个打出来，这个有毛病，不知道怎么补了。确实，这挺为难的。这个就讨厌了。嗯，而且以后他尖回来这儿跳还有先手，这儿有尖、啊，这个形状是白棋不能接受的。嗯，那么他怎么办呢？他走了一个什么？他哎，这黑棋粘住，这是实战。黑棋粘上，黑棋粘住实战啊。白棋立一个，立一个，因为你那走了一个，你说打被他这么打也受不了，立一个。就刚才如果白棋粘上被他一立，这由于差这一气呢，对，这白棋怎么也连不上了。对，现在呢，黑棋如果说挡下去的话，他就可以把它尖住了。那、如果你挡住被他哎这样一小尖就尖住了，哎、对对，尖住。嗯啊，那算那个什么，但是呢，这个棋，这个形状啊，它形状，它黑棋现在暂时没这么走啊，黑棋走的什么呢？他那边先走了两下之后，然后再回到这个压。他拖的，拖的。哦，对，他拖的，他是拖的，他没有。如果走上了被他走上面就搬粘了。哎，现在他是拖在这儿呢，就是说要把你那个计划破掉。嗯、什么意思？我不想让你搬粘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你如果搬这个，嗯，我夹住，夹住，对，哎，夹住，嗯，夹，然后他打吃，再扣住，我就再盖住，哎，盖住，对对对，团，他团，我就挡住，挡住，哎，这样下，我要这么下，嗯、你爬过去给你了，我要上面，然后呢，你那个脚是脚 脚是空的，嗯，要这么下破坏你的意图，对，如果一扣，白棋不用动脑筋搬粘、嗯，现在呢，他不，他要这样下，哎。他就是不想被你下成那个搬砖。对对对对对，要破坏你的意图。没错。嗯，这个也很厉害，黑棋这个招也是很有效的啊。嗯。那么拖在二路。对。嗯。现在呢，该白棋。白棋呢，把这个打入了。打入了。嗯。啊，这招棋也是一个好点。嗯。应该好点，因为这个后面，因为现在别的地方暂时也都没有什么好走的了。打入，嗯，打入是个好点。如果你尖，他就往上走，跟着把这个也联络了。嗯，打入是一步大棋吧，应该是一手大棋，对。是，那么黑棋看看这个打入呢，拿它也没什么好办法，因为间隔距离比较远，对，再加上二路一飞一拆一，特别容易糊。这个棋打入的黑棋怎么处理的问题，该你是尖呢，还是要上面震呢？这是你的选择一下。没错。哎，黑棋就直接断了，现在断一个。让白棋选择，得考验你一下，考验你，哎，这得考验你，你吃的话，他就这个先手，对，哎，是个比较普通的，然后白棋就拐打在这儿，对，黑棋长，长，嗯，这个棋弄得白棋也难受，对，如果你爬这个被他长一个又不肯，有点不太肯，觉得被他便宜了，对，委屈了，有有委屈了，被再压到二路去了，心情不太好，有点难受。那你这个棋呢？他就走了一个狠的，他干脆就从上面盖，从上面盖。哦，然后黑棋再来试你一下，看你是吃这个，你如果吃这个，你又被他这样又先手，就连回去了呗，那就。这个还如果这样吃，还不如断的时候不要拐吃，直接吃住。嗯，你还不如这个时候直接吃住呢。这个因为吃完这个，黑棋可能是飞这个，也不马上尖回来，直接飞一个。哦，这儿还有夹，这个地方有尖回来，看你吃起来难受。对，吃起来难受。嗯，这样，哎，这样的话让白棋有点难过。嗯。大局上黑棋可能会这么下，没错。那么现在黑棋没有，就是白棋啊，白棋有点稍微难过一点，但是呢他没有选择吃你，他选择那不贪吃，他说我干脆就这个了，对，这点木他说给你算了，给了。是的，哎，你这个白黑棋得马上走，不走被他搬了。他侯了一个看似不怎么美观的棋，但是很实用啊，实战。这个是要粘，然后他搬过来了，他直接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搬一个，搬后，他直接是搬过去。对，
这白棋粘住是吧？哎，黑棋，白棋粘，是吧？黑棋搬过，嗯，是搬过了，就是说侯一个难看了一点，但是呢，他总算连回来。你这个外面这一个大串啊，也飘在外面，嗯，也是说，你说有利有弊，也是一局棋，我觉得，对。说哪个一定好还说不上，因为白棋这两个角还是挺扎实的，白棋两个角实在、啊、对，然后所以这一点空它即使损一点问题也不大，对，这个棋是一个难解难分了、啊、有点，对，在空上我觉得可能还有更看好白棋一点，你看好白棋，对，空就单以实力而言啊、哦、好的，现在白棋大跳跳出来，对，这个也是个好点，如果作为要点，如果黑棋走也会走在这个位置，哎，白棋会比较苦一点，是吧？白棋抢这个，你这三个也不能不要啊，嗯、黑棋是吧？也得要，嗯，这三个也要跟着走。对，所以这黑棋虽然取了实地，但是外面就薄了许多，薄了一点啊，就是对上面这个打入啊，他的攻击手段就觉得越来越无力了，可以说是对啊，不太好攻他，人家一打入放在那里，你基本上拿他没什么招。是啊。然后这个棋走成这样、嗯、就下面就是黑棋啊，黑棋他是把这个镇住、哦、是吧，镇住，把这镇住、嗯、我感觉好像黑棋的招法还是想要对上面这个子有所作为，那个不能被吃啊，啊对，那个如果你这个被加一道吃住，他、啊、可能都尖在这儿吃了，那太大了，嗯，所以白棋得飞，飞棋走，白棋要想办那个的活、哦、得做活、嗯、这个子做活好像看起来不是太困难，觉得目前因为他这儿有一颗子，在这儿有能够利用，对对，嗯，有利用的，然后黑棋又靠了一下，靠一个，对，这个棋是他的先手，先手走掉，先手，嗯嗯，这个算先手，便宜着了之后呢，黑棋下面往前跳，其实黑棋的这个下法我觉得好像还是好像有想攻上面两个子的意思，他柯洁啊、嗯、他是在中央，现在走中央的棋，中央是不好处理的，对，很难，高者在府，其实是中央的棋是最难就是把握的，对，边边角角容易，看得清楚，对对对，中央有虚的东西，你怎么控局都在中央呢，是，嗯，控制中府你怎么个处理是个特别高深的学问，嗯，下面这个往前跳应该是也是个本手的棋啊，本手，白棋也跳，白棋也跳，这个也都没说、嗯、大家各跳一个挺好，然后他靠了一下，走这个定型，他走的这个棋你总是要冲这个，然后呢走这个吃掉，嗯，断掉，对，这个棋不能得走啊，冲这个，然后他打一个，嗯，哎、然后黑棋提掉，对，这个是活的，没错，活是活了、哦、啊，这个是活得很清楚，就你叫吃也是后手，是后手，是个活棋，嗯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黑棋呢，小尖了一个，他这儿夸夸落个线，他也不去粘了，他小尖要吃你这两个，你先忙着这个活吧，当你活的时候呢，我中央再加强，嗯，他这么想的，然后黑白棋在这儿靠一下，对，靠一下，对，我就在想，如果说黑棋不交换这一下，靠的这断了打吃这下先保留，他直接单尖的话，白棋会靠吗？那也是有可能，那个下法可能有点不一样，哦，是啊，嗯，他们两个的下法都很有意思啊，很有意思的下法，他是走的立，对，黑棋单立一个，单立一个，白棋在这儿就先不说别的，就我要求做活，两只眼摆出来，直接做活，嗯，直接做活，他就虎一个，对，其实活起来挺苦，先瞪俩眼吧，搬一个，不管怎么说，先把眼瞪出来，他就我搬，一般是杀对方就从外往里挤，对对，一般都是这样，不要去先点进去，嗯，从外面搬，让他去马眼，对，看他有没有眼。白棋并了一下，很少说直接点进去，嗯，现在这个都眼睛基本上瞪起来了，就是说你如果点这个是最狠的杀，他当然他有这个，
他虎完了一己是先手，你不所以你能外面让还放直出去，眼。放出去他这个不好杀。你这一走这个，他这是个活棋。这一己。你走这个，我又双叫吃，他这个是他的活棋，虽然嗯。瞪起来了。那么走到这个时候，黑棋也不去再杀他了，哎，是吧？对。他是在这个时候，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般他一做的时候，黑棋脱先了，就算这个算交代了，他算活了。活了之后，黑棋下一步走什么呢？下一步他就该转走战这个到短底战下道，去这了，个啊，在这儿，走大的地方基本都走光了，没了，这面都定型了，这个是该走了，不然是差二太大了。没错，这上面因为已经走成那样了，你再走也没有多大意义了，反正白棋都已经活了，对，对呀，中央呢目前要经营的话也是比较遥远这件事情，对，所以还是先走眼见的目，这那底个下是特。最宽的地对方对对，该走大的了，了，哎，这就在这边一逼住，这就又走在基本上中盘往中盘方向发展，对，然后白棋又加了一下，就加要工也求，是对啊，对，这先个把你这块空破黑掉。棋走这个也是个大棋啊，是你你要如走果到往我，前一跳，它就可能会走这是个，他往回拆一个，对，那黑棋跳一个，黑棋是往前跳一跳，跳一个，对。然后白棋就把这个搬粘了。对，这个时候搬粘，刚才你看，但是这招棋省了，是吧？这招棋对，省了，应该说这个黑的形状应该说还算可以，黑棋棋子的效率还不错，是还吧？可以。对，你这两个交换不见得便宜，本来有个断的，对，现在对，就是现在黑棋又拐正一拐个，正一个，他先把自己的棋形啊连得棋很形对，厚，而且啊。这块棋。以后，哎，会怎么样呢？还是你没有彻底的活，就或者说你有弱点，有可能他会有什么想法，有弱点，是吧？有对，被冲击的地方，白棋呢，它这块棋如果说要自补呢，假如说想自补呢，它也不是说不行，比如说这往回补一个，但补是一个，它有点不甘心，对，不可能甘心，被人家中间照过来之后，黑棋中央啊黑棋在这儿震一有震些是吧？潜力，哎，对，没错，它这边还有中央都是有些潜力的对，地现方，在中央得注是意一黑下。棋，这个势力啊比较好，所以白棋也得往前，不想让黑棋这个中央有这个势大力跳成空这的。招棋比较重要。如果被黑棋放在这里，你看，一来一去差很多，一来一去差很多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的地方。黑棋一阵头和他这个要消黑棋，而且要顾上自己联络，自己往前伸，加强自己，对，非常重要的一步棋。没错，这个时候我就想黑棋，对，他下的还是很温柔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下对，点这个强时候硬的，其实是一个关键有的点时候，强硬的这个招时候法是个出关现，键了，这个时候黑棋该怎么样走，实际上是个挺关键的棋。因为看他这里的形状啊，都比较薄弱，对，你想他这儿两个子都隔三个，对，这儿两个子是一个大跳的形状，大跳我们眼见的就有一个靠断黑棋，这个怎么下，真的是下面黑棋是一个要考虑的地方。对，对，他是没有靠，但没有，是究竟要从哪里动手呢？这下的时候就很费思量了，到对，底，这个出手的地方在哪儿？这很关键。是。由于白棋这个粘是先手，这个粘是绝这戏，个搬了粘是先手，这个对，地方它也有比较厚，实在急的话，这个虎也有可能，它种种的利用啊，对。哎，所以但说呢，黑棋它先是跳了这个，这个时候这个跳，我觉得。其实这个时候是个关键，是不是太温柔了一不是这个时候关键。这个点？跳啊，先不要跳。我要是您觉得他会应该怎么下呢？我觉得这个时候，因为这里有靠，这里有跳，这里面还有什么不管什么点呢等等的弱点，先在这个地方试一试是，在黑棋，黑棋这个时候啊。黑棋现在走这个，对，先我在试一那下。个地方走一个试白棋的应手啊，这个时候是个时机。这个时候是个时机。像这种棋形，好像走这儿的很多，对，感觉。在这眼见的，在这个时机啊，
就先不要去动白棋，直接先在那里看看白棋怎么吃我，让白棋等于考考白棋了。对，这好像挺考验的，这个时到底是候，杀还是不杀，还是怎么杀的问对，题，即使让你杀，这个杀角起不太好来吃，你会很辛苦。是，味道很恶，对，对，杀的。这有这个变化就，你大概走什么呢？可能最狠顶顶呢，就我一尝就你，要出事儿了，这个，不是这一尝你就麻烦了，挡住的那话飞进去被飞一进去，飞，这个棋要要出棋了，坏了，麻烦这就完也 不能这么下，了，不能这么下，这所以这个棋里面有很有变数，走你这个，大概如果最狠说的尖尖，住，对，它往上顶，再顶一个团住，再跳进去，这是最狠的了，对。然后挖针。挖粘这都很难，都我让你收气，你可能卖这个也可能这下边把它卖一卖下，一下，我挡住，对，然后再挖针，挖粘我那我粘总住，得挖针啊，对挖粘我就粘住，对这个你在收气啊，就且收了，且收呢，这里面有六口气，这个白棋不好，是，这个要麻烦了，这个收气我就算都死了，但是我是一通收气啊，你这个棋就不好办。如果说我们也不说黑棋外面有多厚，只要能多了这个顶和顶住对，这两步棋，对，那我这里就随便上手段了。给你，对，这刚才这种靠我完全可以使出。是啊，这个棋，所以说要先期的试一试白棋的应手是最佳，那个时候是个机会，黑棋应该走这个。对，他这没样有的走。话，如果走那个的话，黑棋、白棋，我觉得白棋有点难办，那么他没有走，现在黑棋跳了这个，对。他拐是跳跳了的，一个，在这里跳，他是这个时候柯洁啊，他是对，想直接叫进攻，我觉得虽然舍不得那个地方啊，暂时毛病很多，他没有动手，先觉得你这个很薄，我自己觉得他可能觉得优势有点，可能有优势意识，也可 是吧？您觉得黑棋有优势意能，识？他觉得可能攻白哦，棋啊。然后白棋在这儿跳了一跳一下，个，但是对，这白棋跳了这个之后，我觉得就不是很容易攻。说实话，这棋是下成这样，但是黑棋呢，这个接下来他到底要怎么动手攻击白棋这块棋？因为在木啊木上，黑棋并不领先，所以黑棋得拿出点招来才行。得通过攻击要占一点便宜啊，才能把这个局势拉开。好，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给大家留点悬念，一会儿回来见。欢迎回来。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21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决赛第一局，由陀嘉熙和对阵柯洁。对，刚才呢，就黑是棋一跳了一跳，个，白白棋棋跳，跳了一下。联络这个黑棋怎是。么样来攻这个白棋，想占点便宜，他就是他的连续手段是怎么走的呢？他是点一个，对，横刺了一下，刺一个，然后白棋粘上，粘上，他又小尖小了一尖。个，这个一步一眼呢，他就是要攻这个白棋。这里当然你要再不走，我这尖刺就给你分断对，那这个刺有点厉害，了。其实挺厉害那白棋的好像不能不补，啊。对，要看起补来一个，这被刺一下，不知道怎么抵挡了已经。对，这一次就麻烦了。对，所以他拐了一下，拐的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黑棋它是补了。因为这个补啊是很大，不走让白棋这么一跳，这个断呢什么东西，这对，个这个段就本出来身了，也大，是的，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要当初这个招棋还是应该先先走那儿是吧？试一下白棋还是时机这。啊，让白棋先考虑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不妨试一下就考验他一下，的。其实关键他得其考实验这个看着他。即使被吃了，目并不损。对，还有收气呢，收气的关系，是。所以这样的时机还是这个时候还是值得的要走的，因为这个时候不走啊，后面有可能有变，你走了之后就不一定。我们看实对，战，实战呢，他这个去震了一个，黑棋震一震了个，一个，在这儿。好，那白棋呢继续，对，白棋呢他是把这个就这个时候他出击了，给他机会了。关键是白棋觉得这块棋啊，我现在已经补得很厚了，我那个粘也是先手，对，
但是都有眼底下，所以我不需要太着急，就非要把这块棋要补回来。现在你要这么吃的话，因为它这个棋也是活的，它有可能跑出来，哦，是这样打劫的，有原可来，能，哦，有可能，它这有可能跑出来。嗯。这个棋呢，黑棋，你说你就算打赢了，也没啥了不起。对，白棋这个一路立是先手，底下都是进对，活啊。假如你就算你提我，那么我这搬一个，你就连回来了，这个有啥意思？当官回家没啥意是，思，是吧？对白棋一点影响都没有没有。影响。所以呢，他这个棋，这个时候，因为他你这个是活的，这是立先手，对，所以他这个棋啊，黑棋也不敢贸然打了，他就挡在外面他是挡在外面。是。通过这个呢，然后黑棋呢，在这个来走了个便宜，他把这个提了，提了是挺厚的，对，这一打呀，你要不走这一提，走一点，等于是还有很多收的也很大，这如果被你先手打，全部连通，又不肯，所以他又粘上，这个木被白棋便宜了被好白多棋这了，儿便了。对，通过这个呢，他先手提了之后，不但加强这个，而且呢，他这儿以后还有一个冲过来的一个后路，对，就这是个说地方一下白棋便宜了。黑棋还得补一个，生对，怕这个被冲断的话，我觉得前面黑棋这两手啊都是优势意识，有点缓其了，实是是吧？应该先动手之后啊，出击。现在被白棋反过来了之后，白棋这儿他先尖一下，对，省得你这在个外呢就是确保活棋。你点的时候我能尖，面，我能挤，我能挤，啊，对，以后我万一这儿厚了，我点的时候你走这个时候，他可能就放你出来吃你，所啊，以呢，暂时先安全一下，是的。安全了之后，白棋啊，他走什么呢？这个时候实际上白棋缓了气儿了，这儿便宜了，对，这儿便宜了，他继续抢占空，对，啊，这抢个空，狠，他这个狠，他这个差异也很大。对，反正这块棋我觉得已经不用害怕了，他感觉走的到，都是实惠，啊，比这较个实木惠。也走着了，刚才搬了把打吃把那个子给拔掉了，这也这挺要大便的，宜了，是，这个招的确很大。那么黑棋这个时候还要攻这一块，如果不攻的话，显得你没有成果。对。成果在哪儿？成攻了半天，到那儿又被他先拆了。所以黑棋中间还是要想办想法，办法再继续攻。走点手段出来。对。而且呢，就是整个的形势来说，黑棋如果说在木上占不到什么便宜的话，估计这个整个的局势就有点吃紧对，我怎么觉得他那个他没走，他这个棋在一直中都央，不现错在是吧？围中央这柯洁这个执着的围啊，看看柯洁怎么走啊，靠住，靠住，对，靠住，对。这个你要搬他就断，就这么说现在他啊，要求在中央先围围点出空，去，围点但空是出这来。个时候，白棋走了个好棋，我觉得，对，这白棋种走地好，方头家棋势比较强，对，确他现实。在呢。有了这个白棋，这儿有一个冲了这个地方啊，它等于多了一颗这个子啊，它这块棋相应的也厚对，了。他不是很担心那块不是，棋是原来死。没有这个子，还有点他觉得眼位很丰富。死活，还有点，现在应该无忧。所以他在这儿穿了一个，大家可能想不到。行了，这个好棋，这个好棋，对，往这儿穿一个，比较出乎意料的地这方。招棋是好的，你这个棋啊。你要是走这个的话，假抢如过走来，这个，那一冲就麻烦了吧？这一冲那一段两个子就掉了。对，这一冲就麻烦了。对，这一段就麻烦了。对，你这一粘，他搬两个搬死了。对，这个就麻烦了。这个目数亏得你不太敢，多了这个就不敢，这个黑棋不敢，如果这这样的块话，黑棋棋死目不肯定不掉，够。那个对，被穿了，那就完目了。肯定不够了。哎，对，所以这个穿的时候，黑棋就没有办法。这个穿的时候啊，你现在再来试白棋都来不及了。现在黑棋怎么办？你只有，他如果说挡这个呢，那你被穿过来了，是那也受不了。这往穿这过儿这样冲来，过来对，了，穿是过来，吧？受不了。对。所以这个棋他走的什么呢？他是走的挤一个，卖了这个。不，我觉得白棋像这种地方的穿是值得大家学习的，确实下得非常好。这个就是逼迫你挤一个，我补到角上。对，
这个那刚才亏就亏了，您亏那了。个招就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。现对对在对对，有了这步棋的这个接应，就下法就不一样，这是让你逼迫你挤完，我脚上也安心了。是，然后黑棋贴一个，那挡白回棋来。损的有限，黑棋损的是很大。那个挤完之后，你脚上把这个给送白棋安定。那走完这个之后呢，他白棋啊，他还有招呢。他搬，搬呢，他那个狠呢，他让你先心情不好一下，你这个鱼形三角，对你再断和刚才那个断不你一断样不断？了，白棋是搬了，黑棋粘上粘了，上，他先点了一下，现在想起来点了，这个时候点的，对，哎呀，他我觉得他后点的悔了，时机不我觉得对，后悔了，时机刚不太才没对，点，这个时候点完全不一样了，时机差得很多，他可能也没有注意到白棋会先穿他一对下。对对，下得对，白棋太。这个穿是好棋，柯洁这个地方可能有点随意对，了，这个白棋，我觉得这个柯洁这个不是他水平，他可能后悔之前没有点，然后但点一我下弥哎，补对，一下是吧？就是这个时候点完全找一点心情不回在实际上，现在这个点等于有可能还损呢，来，他虎上，被他唬上，对，这个黑白棋肯定虎上，脚上没棋了，对。现在这个黑棋这个地方选他是择了。粘住了，粘住，他就觉得鱼形三角断进去还是不太舒服，这个点让黑棋还难受啊。这个地方有穿回来，这个对，点一个怎么办？也 不知道不知怎么办？只有接上，这对呀，从这边冲过来他受不了啊，受不了。那样，他如果说粘这个的话，粘这个，这我一看断。他断，他也很难过。已经很麻烦了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不现知在，道怎么办，断在这里，黑棋不太好黑棋办不好了。办，无法抵挡所以他这个只能棋。粘那就那一个点呢，它便宜很多，个。多多的便宜。逼迫你损了一，这都快一，损了一个棋，这儿又被他点着，他没有什么损失。对，是的。没有损失。然后呢，这个棋呀，我这可以粘上，你再冲就不一样，再冲我可以双了。这时候黑棋冲了，我可以双在他这连回来了，而且连回儿。来这黑棋还薄了，他自对，己得粘，这头都我活跳到出你去那了，大空里是，了，活到中央去了。头都跳出去了，对，所以黑棋就加了一个，他加一个。加这个，其实这个时候啊，白棋连呢是一个本手，不对，是或者说是也普普通通，但是呢，黑棋也没什么便宜。但是白棋是下的更狠的招，对，白棋在这儿尖刺了一对，下。他想什么呢？你粘在这个时候，你如果粘，我他这粘上，粘连回来，直接给你断，这块棋就已经断进去了。你现在得忙着底下去底下还不见怎得么回度得过去的的，问题不好回。你底下走这个，我这可以靠你，这里面都是都嵌着拉着对，胯着呢，是的，所以说这个棋一下子就把黑棋击溃了，黑棋没想着。不，这一带从这个穿开始，白棋确实下得好，对，这个我棋只能就说麻烦了。是。不是说黑棋下的不好，确实是白棋下的很好。那之前没有先点给着白了一棋下，的机会，这白棋这个抓住机对，会了，没办法。那么他走什么呢？这个棋他是冲那，过来了，他也只有这么只拼有了，转换只了，有拼了。他冲，然后白棋冲，这个时候他还黑得棋粘还不回能来，挡，你敢挡的话，我这儿一粘你走，就麻烦了。这还粘不上，你冲了，我断了，对，是吧？这又不行，对，这个就不行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黑棋和没办法，他是要非给你吃中央了。那么成为转换啊，转换。这个白棋这一路这个下逼着黑棋必须跟我转换，你就没有的选择，你只能是双一个给我转换。对，他是双着吃给我转换。对，然后呢，白棋在这靠一个也好棋啊，靠一个也挺好。这底下突然之间就成了好多你木如果搬，它就长，所以说搬住也对你也对没不好。对对，它这个你正解是就是利，然后然它后白长棋一长了一下，黑棋接上，再挡对，住。挡住。那么你这个时候虎它就吃住，他还可以急打把你断掉，对，打这掉。底下一什么事儿都这没有。个棋呢就这么定型了，你不赶快搬着，不搬粘被白棋搬了，它是搬粘是吧？这个算黑棋的，这个定型。是等于是这必然的进行，白棋把底下粘全了一部下，搂住了，
捞了不少空，关键的一条是把他本来有可能做活做俩眼的棋他都不用了，他直接把底下的空全部捞掉。这个棋啊，又捞着空，又把自己的死活问题解决了，这是最高兴的事儿了。对，这个其实是黑白棋的收获很大。嗯，但是黑棋的收获是什么？就是把你这三颗给拽住了。对，你必须围中央了。嗯，你的收获不过是这些这些。嗯，但是呢，他和他相比，你看他的目啊和你这个哪个大，我看很难说。没错，有可能白棋还高兴了，但是你围中央啊，你还要发代价，不走被他这一跳一尖，你没多少空。嗯，必须围中央，黑棋就上靠了一下，靠一个。那他他是飞一个好棋，好棋，他要往里飞啊！这个时候就中间肯定要尽量的多破一些，破空，能尽量往里去就尽量往里去。这个飞是好棋，这个、时候是很因为你冲断，你冲断被他搬出来了。对，是的，对吧？你不能冲断，嗯，不能冲断的话，你只能是怎么围啊？他就贴一个，那往前再一顶，这个下的挺愉快的，哎，飞完了又顶着一下。你看你围了半天，不过是几十目，嗯，但是人家这个。太大，这个亏了。对，哎呀，这个下的白棋应该说白棋下的挺好。对，是白棋下挺好。嗯，这个接下来他就刺了一下。哇，刺一个，这个也比较狠的。嗯，他不怕那个死活啊，不怕。现在目前没事儿。嗯，你刺一个，他这也是一种手段，他得顾及那个。对，顾及那个死活。其实白棋是很想长，他想长，但问题是。黑棋这一代都是先手，他这个这个团是先手。不，他可能是不是就这虎一个是有先手吧？是吧？你在挤的时候，他给你吃，他点走挤吃你，那可能有点看不起。要小心，对，要小心，他也可能害怕吧。虽然很想缠，但是确实上面有死活问题。害怕死活问题，他安全一点。他是走的哪个？他是小尖了，小尖啊，他为了照顾那个，如果点他走，这个、你教吃我有个教吃这个，对对对，教吃这个先手，我杀气还不怕，嗯，所以为了确保那个活，而尖了一个，嗯，对，然后黑棋就搬住了，搬住，吃住，但是也围了不少啊，对啊，围了不少，给了围，他给他已经最大限度围住，然后他就挤在这儿围了，这个，对。挤了一下，跟他交换，交换他那刻算活掉了，嗯，活掉了，是的，那这黑棋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觉得。是，这也围了不少，但是呢，围了是不少，但是还来一个穿，再破一点。如果你只是跳，被他这七六二的围了，嗯。围挺辛苦，挺辛苦。围中控真不容易。围中控，实际上所以说都不愿意围中控、嗯，大家都喜欢站边边角角的。对对对对，围中控挺不容易的、嗯。现在这个穿如果成立的话，那真的是不好办。嗯。那么这个一穿呢，他走什么呢？黑棋上面急打了一下。急打。嗯。好，这么定型啊。白棋立。白棋是立的吧？对。它是这个，对，它粘住，好，这个定型成这样，这个就赶快收掉，嗯，大概是这样，它就自己做个眼，这个就定型成这样、嗯，这个算是黑棋的先手，然后黑棋在这个地方怎么走？它这个冲，它就一路顺，对对对，然后缠完了，它可以顶在这儿，它那就跳一个，它是跳的，跳一个，嗯，跳一个，如果挡，它就一路冲过来，对，是吧？但是它、这个、再冲就不一样了，反点，哎，它是一个、不是冲这个，它反点，白棋反点了一下，反点。哎，白棋反点一个，这个棋很精妙，对，看着有点眼花缭乱，眼花缭乱，各种冲，哎，到底要冲哪个的问题？嗯，现在呢，黑棋先冲这个，先冲这个，冲这个呢，他搬一下、是吧？对他搬，搬，那我断，对他断了一个，再冲，他这个棋是，我看他走的什么啊？他实战就是走到这儿，粘住。对他粘上，如果说我粘住黑棋粘这个的话，对，那现在白棋就只能挤一个，对，挤白棋挤这个、嗯，我吃这个，吃这个就粘上，那我吃这个也差不多，反正他就粘一下，然后再把这个把这两个的回家，把这两个吃了，这跟吃上面三个、哦，那这儿也是木，区别不是太大，对，反正白棋这个是安全的，是，嗯，那实战他不是这么下的，嗯，是的，实战呢他也是看来黑棋也吃不着白棋。他是走什么呢？嗯，
他粘这个的时候呢，黑棋冲了这个，冲这个，嗯，他把这个冲了，是没吧？错，冲这个，是这样的，那就我再走这个，对，他然后把这个，他先粘了一下，把对，棋先因为粘，你吃我粘，你粘不连住，不这个上，叫吃是的，的，是吧？嗯，这个你只能粘这个，然后再把这个把粘这上，粘住。算是和平解决了，但是这个被留下了，但是这六目给他白棋 吃吃着啊，了，吃掉了呗，他应多该，吃六目。嗯。但是你这儿呢，总是也把他围住，但是围了半天，你都有代价。这这是，面六目抠了，这面也被他先手走掉了。这个呢，一隔算呢，你围的这几十目啊，它都是有棋，都有账，都要返回去。就这一说隔算不便宜，要把你这个四六周目围扣被人掉，家扣掉的木这都面得六扣，七七那八个。八都得扣对了，对，七七八这儿八又都给扣它掉，扣了，就没这剩都下是几带目目了，的是吧？是。这个，所以围中控有点麻烦。对，现在白棋落得先手，他就收官了，对，而且搬了一搬下，一个先手，顶住，对，然后又把那个一路搬了，一路搬一个，对，他一一路路搬搬，的时候，这是他先手，他嗯，团一个打一个一样，没错，然后白棋把那个粘粘掉，了，先手是吧？啊，然后又把这个立下来，这个挺大哦，立下来，的，嗯，现在也没有大棋了，没错，没有大棋了。黑棋一路大哦，飞这了，个大，这这个个巨本大。来一挡是个，这也有个哦，七八目的感觉，是，这个不小。这个就白棋估计也是经过判断，就还啊，是选择了这个这一个，路立，对对对。没错，现在白棋这是都是先手，这冲掉先手对吧？对，冲一个这先先手，手，这个也应该先手，这个三目先对，手三目走掉。然后又把这个挡住啊，对，也是了，走后嗯，的对，后士后黑士，棋，对。那个叫吃先手，嗯，黑棋顶打了。这个白棋的先手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提提掉，掉，提掉，这样，下成这样，像是这样啊。嗯，黑棋，哎，这个棋应该是白棋现在在这面，我看一下，白棋是不是先把这个团掉了，对，团打掉了？打掉。在走这个之前，走这个之前，挡回去之前，哎，先他把团这个打了一团下打，吧。哦，对，对，团打是然后吧？把这个挡回来，是吧？先冲了吗？冲了，这个哦，冲掉了，这这都个走中了，间冲了，然后对，这都底走了，下冲对，了。然后再走这，就现在这个行对，了，哎，然后走这，是顶打，顶提打，掉，对，下成这样，像是然这后。样，下成这样，然后这个黑棋，打吃这个，这个，对，这个打吃这个，没错，嗯。打吃这个是几目啊？四目，这个也不要，没大棋了，对，没什么没有大大的地棋了，方，看没着有了。是，如果你吃这个，被他爬一个，现在这个你打吃这个呢，他可能就抢这个了，他把这个冲了，冲掉，然后把那个也冲了，冲掉，嗯，对。然后这个是他的先手，挤一个，但是粘这个上，走完之后，他是不是挤这个了？对，他现在就挤了，挤一个，这个断一个也有目啊，是，他是补了。这白棋这都先手走掉，嗯。先手走掉，这个如果不补的话，白棋断上去是不是有黑目，这棋？个棋要收气的，对，这个要收气的，所以黑这棋还是很老实的应了一个。应了，这是没有办法，这个棋啊，黑棋辛辛苦苦围的中央，终于围上 大家看中央围得很大，来了，但其实一数的话，这10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，我数到这儿也就37。三十但七，这幕没有算算四，哦，算40目，对不对？嗯嗯，算40目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棋都多少目了？如果把这儿扣掉，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16、17，如果扣掉17目的话，对，已经只剩下20多目了。再扣掉那六目，对，对，还要扣掉六目，然然后后这这儿儿还还得有目，对不是，对？所以就是围说中央没围剩到最几后。目。其实你要想让对方，要想赢对方，你要让他围中控，让他围中控。这确实中控比较难为。对，接下来呢，白棋又断了一下，然后他一拐，要拐一关，这个中间啊，还要补一步棋。对，那又可以算一目啊。对，关键顺。是他这个补一个，让我有点吃惊，确实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用补的。如不果用说补，他不用飞，补。我就单粘就行了，没有，棋是没有。棋没有，但是他嗯，这个棋也没大棋了，啊没有对。棋了，因为都是一两目的棋了。
是，没有了。这个时候是他稳胜了，对，这白棋肯定知道自己已经稳赢赢了，因为了，只剩下小官子了，没有了。没有地方可以翻盘了，对，就已经没得走了，这没有棋了，棋已没有经棋了，现定在就了，这一目两目棋的，他就冲了吧，冲这一个，下啊，对，冲一下，他在这儿冲一个，嗯，他就提提掉，掉，是吧？这个有个扑啊，他的粘回家，上，然后是，白棋粘，那下面这个挡还是两目棋，对。嗯，如果你爬，他就都是先手一目的了，这都是先手一目，嗯，先手一目跟两目是同等价值的，这个也就是，反正就黑棋把这个冲冲了，然后冲是，走，对，这肯但定是，是贴不出目了，反正，贴不出目了，对，差不是说差一两目的问题了，不是一两目的，这个是很明显对，很明显的差的，就距，是有盘面大黑距棋离是好一点，但好了，得多盘了，面好的有限了，就对，有好一点，但是这个棋就是败是已经定了。这嗯。个棋是白棋肯定是赢了，这个柯洁这个棋，这个输的有点出乎意料的这么明显啊，嗯，对，他们两个人此前的战绩啊，是柯洁是遥遥领先的，所以说他的胜率对佟佳熙特别高，大概是6-1的样子。6-1的样我子，特地查了一下，据我能查到的战绩，那就现所以在我六比觉得二了。柯洁可能是比较有自信对跟他下棋。对，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，就是，直白的佟佳熙九段是中盘战胜了，因为他粘一个柯洁就投了了。到最后一手是这步棋，中盘战胜了柯洁，那么这个三番棋呢，就战成了1-0。1-0，第啊，一局是陀佳熙赢，没错没错，这盘棋呢，我觉得佟佳熙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就是这里点，然后这个刺一尖，这个连贯的手法确实是下得很漂亮。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嗯，但那是我么们这个讲棋的时候，他们的结果啊，就，大家也已经知道了，对，最后是柯洁是2-1对，战胜了佟佳熙，又这。获得了这三星杯的个，冠军，对，这个获得了冠军之嗯，后呢，这柯洁是我们的冠军数啊，遥遥领先了，对，是的，好，那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